咱们几个都是穿棉袄了。我去了天，这背凉不凉还是？我借。有啊有啊有。今天工作忙。这是干啥呀？好久没有吃大锅菜了，今天我妈给我们做一个大锅菜。小姐多少人啊？一姐呢？十四个。你姐比最早的一个。都泡泡的。豆腐包才好吃，你知道吗？不是可以的东西，咱就是那回没说东西。这菜割成这样，咋可好吧了？那头能好吧了？那个鸡腿个鸡胸肉，这个那个那个。顶汁儿。对，我煮饺子最好。Thank you.
来吧。你长得挺文明，你不错。嗯，不错。冷也天。嗯，知道好冷。这个咱们几个都不是穿，咱们几个都是穿棉袄啊。说吧，冷。一下就下来了。石家庄秋天特别多啊，秋天多，夏天过了，秋天不上地儿都到冬天。哎，是吧？睡觉。嗯。卖到哪？这么来回路。你这凳子别玩意儿。